去吧，你看，真好看。卖报卖报，大律师徐查理的乡下老婆找上门来喽！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。卖报卖报卖报，给我来一份。哎，给您。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，糟糠妻携子苦寻负心郎。姐，这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徐查理啊，徐查理，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，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你。姐。我不是信了你，我是怕你哪天被雷劈了，把我也害了。查理哥，我相信你。喜宝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他说什么你都信啊？清者自清啊，这时间能够证明一切。啊，对了，喜宝，我正好要去你家拜访你父亲，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？嗯，好好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走啊。嗯。刘小果，这个钱帮我付一下。徐查理，我回来了，嘿嘿，儿子，你先出去玩会儿，我们大人啊有话要说。哦，快去。雨云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？我怕这么下去，会夜长梦多呀。他爹，喝口水。哎，组长，你刚才去找的那个徐律师怎么样？我们这一次可是兵行险招，是凶是吉还不知道呢。也是，人家一个大律师又跟咱非亲非故的，凭啥帮咱冒险啊？你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去了一趟南巡，那里是徐查理的老家，我那次去就是为了调查他的真实身份的。接着我又通过组织了解到他在江州的一切活动资料，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现在可算是有点收获了。这个很有意思呀，听起来比咱们革命小组还神秘啊。不过这个事情呢，你们不用知道的太多，因为我已经答应徐查理帮他保密了。那他答应帮咱救吕同志了吗？这件事非他不可，他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还得答应。
喜欢吗？喜欢。喜宝，你怎么那么高兴啊？有吗？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说来给哥听听。也没什么，就是今天跟小谷姐姐出门看见徐律师。对，徐律师，我正打算去拜访他呢，听说他乡下的老婆来了，我们毕竟是朋友啊，礼数应该尽到。徐律师没有老婆？怎么可能啊，江州城都传开了。徐律师真的没有老婆，他亲口跟我说的。喜宝，是这样，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话，千万不要被那个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，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。那你不是男人吗？我相信许查理，他不会骗我。多谢上兄指教，在下受益匪浅。我告诉你，水性花不开，你少给我装蒜！你再敢欺骗喜宝的感情，我震天门跟你没完！震天门，我还没死呢，震天门轮不到你一手遮天。啊，我想上兄处处事事针对我，还找人盯梢，这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。盯梢？怎么回事？没错，我就是不喜欢舔着脸混在你身边的小白脸。厉害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徐查理是我们的法律顾问，他正在帮我整顿震天门的业务。整顿业务？我做的不好，对不对？啊？你要把震天门交给他？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外人？这是两码事。我们震天门经营这么多年，有很多的问题，不能等到积重难返再来解决。积重难返？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？为什么我在你眼中永远都是一无是处？你有看到我的努力吗？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。如果你用有脑子，我用得着这么操心吗？我就是你在路边捡回来的一条狗。哎，你，哎，盛先生，义子啊！
爹。怎么阴魂不散呢？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没商量。别那么绝情嘛。放手。我不放，除非你答应我之前我跟你说的事儿。哟，这不是正在追求你的上府的千金小姐吗？哎，上！我警告你啊，别给我捅娄子，不然对你也没好处。反正你也没打算帮我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徐查理，干嘛？让你歇会儿。待着吧，徐查理。哎，喂，七宝，查理哥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怎么了？哎，有个女的被绑那儿了。怎么了？哎，西宝，你这么不开心，我跟你散散步吧。散步？啊，对。走。他爹。组长。这事儿没成啊，组长，您先消消气，这次不成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徐查理，我宁为跟你杠上。哎，老家见的光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哦，啊，去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啊，没事。不是谁家的姑娘想你了吧？想我的姑娘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徐查理。徐查理，江湖救急。又是你啊，围巾解开了？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，明天中午12点，劝业场门口广场见。宁小姐，你不要觉得知道我一点事情就可以对我吆五喝六的，你别忘了，你是革命党，跟我一样不能暴露身份。徐查理，你听好了。如果明天我死了，我敢保证，你的那些秘密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。信不信由你，生死攸关，不见不散。
天中午12点，劝业场门口广场见。如果明天我死了，我敢保证，你的那些秘密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。这消息可靠吗？宁可信其有吧，而且你们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伤害到老百姓，把炸药搜出来就行。是，明白。你们俩盯着点啊。好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执行任务啊。哎，执行任务你穿这个？我没时间跟你聊，赶紧给我离开这儿！哎，别！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赶紧给我离开这儿！不是，我有事儿呢，总得跟我说个理由吧。这儿有革命党安了炸弹，很危险，所以现在请你赶快离开，不要给我添任何麻烦。我没听清楚，徐查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哎，你先给我说一遍。让开，让开！徐查，你在影响我执行公务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小心！抓住他，让他跑我们的行动，警察怎么会知道？而且事先布了那么多人手。我不知道。这件事情，我只通知了你一个人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告的密？如果是我告的密的话，我还需要费那么大劲儿帮你拦住林小谷吗？你是怕如果我死了，你的秘密就守不住了？这并不能代表你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，一边出卖我们，一边又说要帮我们。随你怎么说，反正不是我。好啊，你敢发誓吗？好啊。人都死了，发誓有个屁用啊！你快起来陪我。
都是我的错，害死愣子他爹和好几个同志。我本来是想闯进军部，然后制造骚乱，救走吕毅，没想到。你们硬闯军部，本来就等于以卵击石，幸好失败了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。还在那说风凉话是吗？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，不过我一想到吕毅还要在牢里受苦，我恨不得跟他们拼了。早知道会害死这么多同志，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闯军部。徐查理，要想证明你是无辜的，除非答应跟我们一起救吕毅，否则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。愣子他妈，你别这样。我答应你，帮你们救吕毅。你说什么？帮你们救吕毅。真的？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大爹，成了。哎，成了。成了。哎呀，你早点答应不就好了吗？这腰酸背痛的，你看看。徐大理石，君子一言哦。这小慧兰的凤凰巢唱得多巴的。慌什么？都是自家人，把枪放下。放下。这把枪跟了我十几年，他就是我。今天我送给你，收不收？孩儿啊，你放着震天门少主的位子不坐，跑到我这军部里当什么差呀？实不相瞒，我与震天门已经毫无瓜葛。大丈夫志在四方，陈军长若看得起我，尚我愿转头麾下，牵马坠镫。在所不辞。收不收？一句话。哎呀，这猛将来头，不能不收啊，是吧？是是。是条汉子。来，爷们儿，干了！
关于昨天那个拿红伞的女人有什么线索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昨天出现在劝业场的那个女人是徐查理的老婆。那昨天的抓捕行动有什么结果吗？在事发现场我一直被徐查理缠着，所以就没有脱身，但是他们抓到了几个可疑的人，后来经过盘查没有发现什么炸弹和其他可疑东西，后来就放了。所以嘛，这件事根本就是一场恶作剧，有人妒忌徐律师，然后就送了一封信到警察局去故意冤枉他的妻子，这也是有可能的呀。师父，不是吗？好了，别再想了，既然没有炸药，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你的职责范围。好，我利用律师的身份去了一趟军事法庭的案卷资料室，运气还不错，找到了这张军部建筑地图，他曾经在一个内部案件当中被当作证物使用过。我就说还是徐律师有办法，这回咱是没找错人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就是重犯监狱，我想吕毅应该是关在这里。没错，门口的守卫一共有四个人，但钥匙就只有两把，一把在陈军长身上随身携带着，另外一把则在警务处长那儿。陈军长那把呢，我们就想都不要想，因为根本不可能，所以必须要从那个警务处长身上下手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他的照片。我混进去之后，
不知道啊。打电话给消防队了吗？电话已经打了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去门口给我等着，快去！是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行动。是是是。消防车来了，快开门，快！快！救火！快！来来来，快拿水来！来来来，拿水！水来了！快点这边！快点这边，火车！哪边的人？后面的人！快走吧，快点！谁拿水？你们几个去那边！哎，好的好的。李兄弟，快来帮忙！哎，来了，快来了，快快快！哎，快快进来，跟我来，好。情况怎么样？钥匙拿到了，走。嗯。站住！徐大律师，好久不见呀。